快到南宁了啊，不是准备过去河南了吗？但是这次呢，就打算，现在家里面嘛，也下雨这几天，而且还要下好几天呢，下雨，所以就想着，先上南宁，应该还在南宁玩个两天吧，玩个两三天，不然的话，在家里面也下雨，也没事干嘛，也做不了什么事情，干脆就到南宁来玩了。不过过去之前嘛，还有点事，还是要处理一下的。怎么说呢？就是过来找一下他，就是过去之前跟他，说清楚吧。有的东西如果现在不说清楚的话，可能以后会后悔什么的。Hello。呀，大直男。啥呀？什么是成大直男了吗？干啥呀？下雨还过来找我？下雨就不能来找你吗？可以呀、啊。要天气好才行呢。可以呀、啊。就是过两天准备去河南了。过两天就去了？对呀、啊，差不多了。我回来好久了，十几天了。然后呢？出去要跟我说啥呀？没啥呀。你大老远的跑过来就跟我说的？那你想要我跟你说啥呀？开口闭口就是直男，直男的吗？那难道不是吗？说，那我总不能是弯的吧？那不是。如果是挖的我还能找到你啊。这次过来呢，就是主要还想跟你做点事情，因为就是我过去的话可能要过年才会来的，有的事情不跟你说清楚的话，怕你以后会后悔。怕我以后会后悔？怕你自己吧。怕我自己啥嘛？我自己怎么会后悔呢？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？你这个人，挺好的呀。好吗？反正对我来说真的很好。但是，我不好。哪不好啊？哪都不好。没事，我不要你觉得好，我自己觉得好就行了。但是说真的，我这个人呢，就是。身体也不好，就是，身体一堆毛病，浑身上下都有毛病的那种。实话跟你说了吧，我就是第一个就是我这个腰，不好，然后还有这个心脏也不好。就我这个腰呢，是之前我做工地的时候，我以前是做工地的嘛。做工地的时候，受过伤，但是那时候年轻嘛，没去管。那时候觉得没事，但是可能现在老了，年纪上来了，然后就这个腰这个老毛病，旧伤又复发了，而且我这个心脏也不是很好。所以呢，这几年去工作什么的，工作也赚到有点钱了，然后就往医院跑，去看这个身体什么什么的。所以这几年下来也没赚到什么钱，但是这几年下来呢，也没出什么效果，而且的话，我以后这个心脏还得去。做手术。总的来说呢，我觉得我这个人就是要身体也没有个好的身体，要钱也没钱，要啥没啥。那你啥时候去手术啊？你这个手术会不会风险很大？这个风险肯定是有的呀，毕竟是心脏嘛，对吧？还是有一定风险的。然后至于什么时候手术的话，现在
也没定，主要是做这个手术也是需要一大笔的那个费用的。现在就是什么呢，就是先赚钱，赚钱了，赚够钱了，然后去做手术这样子。所以我觉得这东西还是先跟你说清楚吧，免得你以后会后悔什么的，然后你好好考虑一下。